被嗯的。干，听这个门清二花。到。哇哦。哇哦。还早。好，加油。哇，又帮你拉近一点。又帮我。十七点。哪十七点？二十二吧，还二十一点的话。哦，怎么有人坐下来了？好可怕！我们还有吗？我们还有吗？签小美，你签了什么契约？小美，你家好恐怖，我不要，我不喜欢杀人。好好笑，杀人！我刚刚还在想要干嘛？我在抠眼睛。我眼睛要眼睫毛卡进去，跟我手要一直啊！怎么我们家是有碟仙？这可以上精华的，这可以上精华吗？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可以上碟仙的，碟仙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宰仙，冷静。宰仙。十四，你要抓吗？我抓，我这里抓。哦，他甩的，他甩的，我甩的，我甩的。银男排解俊维问说，如果我是海底的上一张摸到花结果自摸，那有算海底一台吗？其实算海底这一台呢，就是你摸了那张牌，如果是最后一张了，这一张变成是你的最后一张，也就是说下一家已经没办法再摸牌了，那这个就有海底自摸一台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，我会在下一次的银男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